香港警察每天尽力服务市民，服务大众，维持香港美好治安，乃是社会之光，人民的榜样。不过好景不长，近日流传警察滥用暴力、滥用职权，令香港警员感到委屈，士气低落。为了还香港警察一个公道，我们需要支持特区政府成立一个由大法官主持的独立调查委员会，还香港警察一个清白，免他们再受不必要的辱骂。香港警队是公正廉洁的，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。同意请分享，本频道会发放大量资讯，请记得订阅。